来，让我来向你介绍一下这一款 BB 牌燕子呼叫器型口哨，哈哈，在明天等啦，你别改记住啦，你只要学会怎么使用它就可以了。来，我示范一下。你吹得很好，没办法啊！你看，这个燕子马上就让你吹过来了。哦，海鸡叫燕子去弄掉门啊啦！我来了。我刚才吹的声音是代表什么啊？叫他回来吃饭吗？这不是故意要害到他的呀。